捡到的小狗子长大好多了，快来看看这是谁？这是老大，这是老六。老大一直在跳，以为手机是什么好吃的吗？这是老五。现在四个狗子住这个笼子实在是太挤了，他们四个加起来得有40来斤了，尤其是老大有10多斤，睡觉都只能这么挤着。等新笼子到了，我给你们换一个大的。有朋友赠送了一些小玩具给他们，这个年龄的小狗子最喜欢玩这些东西了，给你们挂在这个笼子上。老大就是老大，上来就开始使劲咬。有新玩具了，这根竹子就不要了。老二还舍不得这根竹子吗？我感觉老大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。老大你咬这个吧，另外一个让老二老五玩一玩。老大最大的乐趣就是抢别人的东西，他的力气最大，抢别人的东西总是能抢到。老二是彻底服了老大了，不敢和他争抢任何东西。兄弟姐妹在玩的时候，他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下一个视频我给大家看看狗子凶狠的一面。新的笼子到了，已经安装好了，把狗子们抱进来看看怎么样。也是老大了，哎呀好大的。小老二，小老五，小老六。这个笼子好像也没大多少啊。每次一有新的东西，狗子们就要准备拆家，这都是狗的老传统了。老二负责拆家具，老大老六负责拆地基，老五就负责拆门窗。有时候他们还会因为分工不均而吵架。拆了半天家，狗子们累了要休息了。只有一家狗子才会这样在一起睡觉，小时候在一起，长大后也会在一起。